都不坚持了。我还在享受当中呢。我的肝很硬，但是心很软。要听哦。要。真的是孩子气呢。啊，听完要回家啊。啊，那个如果爸爸妈妈在场的时候，那边有卖啾啾的玩具哦，好不好？啾啾的玩具就是有周边商品哦。我还没有当，我已经有具备偶像的条件。我才刚发唱片第一张，我就有周边商品了。那只是期待一个机会可以爆红。但爆红也没干嘛啦，就是希望可以想说有机会去小巨蛋开演唱会。话讲太早了，先从我家开始。杜兰最大的鸡蛋，杜兰国中。啊，那我今天唱母语歌，你们可以就是这么的一直坐在这里听我唱完，也没有字幕帮忙翻译，真的很感谢你们的包容，要爱你们的仇敌。那我唱一首中文歌回馈给你们，好，这是也是我国中时候的偶像，郭富城。太喜欢你们，所以要带这首对你爱哭我。把你让他当我的小恶魔天使，天使要跳舞啊！啊，还是要 hold 住那个声音系的气质方面，我们带这种气质来。